家好，我叫一千，我是一位职业画家，兼职驻唱歌手、直播主、远程电脑的绘图讲师。那桌面上呢都是我的绘画作品，那我的风格呢都是画人物跟宠物居多。那这边有看到非常多的都是宠物插画，可以看大家看一下可爱的猫咪。然后呢，这边有一个也是我画的行动电源。对，那将来呢就有一个赖贴图的课程准备呢跟大家分享。好，这堂赖贴图的课程呢最主要是教大家创造角色，就是大家可能心中都会有一个角色想要被画出来，那我们就是带领着大家去启发你怎么去画你心中想画那个角色，然后呢再完稿，就是上色完稿，然后上架完成，赖贴图的上架完成。创造角色之后，我们也可以用这个角色来制造我们周边的非常多的商品。我个人特色吗？有人说我的个人特色就是有亲和力。偶包吗？有吗？不是。这是在录吗？